嗨，我是林，这是在第九节课里面饰演的是李大为。我自己觉得大为是还蛮主动，更有担当，然后更有历练的男人。我会让你知道我喜欢你，那我也尊重你的决定。我会觉得这样很 gentleman， 也很帅，而且很大方。你太羞辱人哦。他跟学生的感情是好的，文本上有很多，譬如说他大骂学生，或是大声呵斥学生。我跟导演在处理上就是。不会讲反面的东西，会觉得哦，他是个大哥哥这样子。我们把他定位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。别浪费啊！来，陈伟。大伟可能没有不好，尤其是说一个看起来非常完美的，所有事情好像面面俱到的一个人，他不见得是一个好恋人。感情或是谈恋爱的过程是需要火花的，是需要一些碰撞的。哇，你有站住！哎，这次是在拆柜 A V 吗？我让他，所以我们倒。还蛮期待观众大家看到作品时候的反应，加上影像，然后幕前后的团队，然后演员、特效等等，就是这些东西加进来之后，惊喜感应该会更大。我真的很后悔上台先救他，真的很后悔回头，有一点点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在第九节课里面不一样的演出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第九节课。